我家猫终于不再打架了。自打球来我家以后，每天都跟胡板安打架。对，你俩在哪都能打起来是吧？为了你俩能和平相处，我真是操碎了心。给你俩找点事干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这鸟是我刚抓的，会飞。还别不信，看着啊，咻！搞错了，再来一次。咻！说了你还不信？怎么样，牛不牛？你俩今天就好好搁这看这个鸟，别打架了啊！哎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结果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我一觉醒来，这俩货居然还在这看。你俩真是一夜没睡啊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我也没想到这款 GP 超霸小黄人碱性电池续航这么久啊。这款电池普通碳性电池十倍耐用，高能量，电量强劲，万物皆可驱，而且有效期7年，家里还存了不少50年以上的老品牌，就是不一样。别看了，咱们用 GP 超霸小黄人电液风扇吹一下休息一下吧。为了让胡凡睡个好觉，我就把这个鸟藏了起来，可能是他还没看过瘾的缘故，结果到处找鸟。哎呀别找了，我真的是服了你了，这里能有鸟吗？